来了，我们就好好安慰他。赵二喜一定会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通通说出来的。喂喂喂，走着瞧。欢迎光临。阿喜，这儿这儿这儿。阿喜，这个是易然，你应该认识吧？易然，这是阿喜。你好。认识校花吗？阿喜，我们都点过了，你看你有什么想吃的？谢谢啊。嗯，服务员。给我加一个法式松饼，一个杨枝甘露，两个芒果班戟。哎，这个意面也要一份。我中午没吃饭，是不是点的有点多了呀？没有没有，我们都是好朋友，不要拘束。那好吧，那我再要一个蓝莓蛋糕，一个水果拼盘，还有果汁有吗？来一杯。好了，先点这么多吧。好，请稍等。请慢用。你们怎么不吃啊？一起吃，一起吃啊！真羡慕你，胃口这么好。哎，话失恋没动力吗？既然你应该比我懂啊。你真的失恋了？是因为……还不都是那个文多？哎呦，可是我又不是他的对手，我能怎么办？像你这么单纯的女生，怎么会是他的对手呢？最可恨的是，那些男生还反过来帮他，不愿意我们把事情说出去。不过我们也就算了，说出去可信度也不高。但是你就不一样了，你说出来可信度可高多了。你的意思是，让我跟别人说他的坏话？啊，不是不是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只是觉得坏人那么得意，特别不公平罢了。这个嘛，得从长计议。等我边吃边想啊。阿喜，微微，他怎么这么巧啊？你怎么也在这儿饭店啊？是啊，我听说这儿的鸡翅很好吃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呢是咱们学校的校花孟易然，你应该知道的啊。这个呢是她的室友娜娜，我们都在真一科技实习，关系可好了。他们请我吃东西呢。二喜这么能吃，你们居然请她吃饭，你们人真好。你不是失恋了吗？是呀。我的小贝呀，你为什么娶了维多利亚这个女妖精啊？还生了一窝的娃呀，我的心好痛呀！失恋好痛苦，可怜的孩子都好几年了，还走不出失恋的阴影。你们，告诉你们，微微是我的好朋友，微微你也吃。算了，我就不和你们一起吃了。毕竟，不是每个人都对别人的食物有兴趣。我有事先走了。依然，服务员叫他们买单。依然，依然，你听我解释，依然，我不知道他们是好朋友。别跟着我。依然，你听我说嘛，依然。我不知道他们是朋友。师傅开车。别吃了，我带你去吃别家好吃的。还有那么多好吃的呢。你能不能有点骨气？我才说了不吃别家东西，走。但吃走了。快。
早知道刚才就不点那么多了，虽然坑了他们一把很爽，可是浪费这那么多好吃的食物，我还是很可惜啊。有什么可惜的？要不我们再打包点？哎。阿爽，怎么了？看见一个熟人，他不是应该在公司加班吗？怎么在这儿啊？师傅，能回去接一下刚才和我一起那个女生吗？刚才干嘛了？不一起？师傅，您车。家里有点臭钱了不起啊？所有人都要围着你转，肖奈看不上你，活该。什么事情都让你心满意足，那才叫不公平呢。最好你这辈子都没有人真心喜欢，这我才痛快。长得好看又怎么样，还不是那么蠢，被我指使来指使去的。姑娘还接人吗？开车吧。哎，小林，你可真行，爬个队也不忘血拼。你懂什么？这叫高效。今天唯品会大促，比平时买还要划算。我等这一天好久了。哎，你看这牌子，三折，让我瞧瞧。哇塞，真的呀！那我得赶紧抢。就是。新学期新面貌嘛，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华丽大变身，亮瞎他们的双眼。哎，又到我们了，一会儿再抢吧。哎，等会儿啊。OK， 刚好买完。购物车只给保留20分钟时间，要是完成不了付款，到嘴的肉就飞了啊。大款有钱，付的就是快啊。这么快就大三了，还记得我们军训时候的事情呢？你是说你假装肚子疼被教官批评的事吗？哎呀，你怎么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俩行了。你们待会儿干嘛去？我要去真益科技领实习工资，你们谁陪我一块儿去？我跟我们家大钟约了。我特殊时期，没有同学爱，有也不给你呀。我们先等了啊，拜拜。拜拜。好吧，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。耶、yeah ，走吧。哎，你等我一下，人有三急。马上，快点。